陈志全议员有声带噶，喺陈志全议员，多谢主席。头先啊，谢曼仪秘书长就话啦，5A 至 G 咧就唔系而家呢嚿钱去做嘅，呢、這个我当然系知道，但系睇翻文件嘅三 C 系话以下文第五段 A 至 G 项目所述嘅工程而被招标文件及评审标书啊嘛。陈伟业议员讲嘅系呢样嘢，如果你仲未打算做，你使乜做呢啲标书，仲要评审标书啊？咁到时你评审咗标书，出咗标书之后又话要我哋俾钱啦，因为标书咧又出咗啦，啊评咗标书啦。如果咧你有咩拉布啊阻住咧，玛丽医院又话要重新招标，又贵两成，贵三成啦，就系制造既定嘅事实啊嘛。我咁讲啱唔啱咧？局长，主席。我想我哋嗰度好清楚咧，頭先好清楚解釋，喺個顧問費喺第五頁當中所講，詳細設計呢個就係我哋初步要做嘅，由而家開始去到第我哋招標時間之中當中要做嘅，咁就135,000嘅數目。咁至於招標文件同埋擬備文件同埋評審咧，呢、這個其實同我哋慣常嘅公務安排係一模一樣嘅。咁至於最後呢個合同，美國城規啊嘛，至於合同上面咧，最後批唔批出呢，我哋一定係需要返嚟立法會問立法會嘅批准，財務委員嘅批准，我哋先做到嘅。多謝主席。下一位